丽塔，我都开了2个小时了，还不肯告诉我任务是什么吗？亲爱的杰森，你懂规矩的，进入任务目标10分钟车程才能告诉你。哦，拜托，别和昨晚一样，总是吊我的胃口好吗？赶紧做完收工，我发现一家新的餐馆，要不要去试一下？好吧，杰森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的任务是一个刺杀任务。娜丽塔，我记得我说过，我不接杀人的任务。任务奖金是6000万美金呢。加油。唉，万恶的金钱。靠近目标了。哦，我看见目标指示了。嗯，就是前面那辆黑色的加长款轿车。这车看上去就不是普通人坐的吧？当然，这可是价值6000万美金的任务，里面坐的是总统。什么？总统？总统不都有大队人马保护的吗？傻瓜，会让你看到的车队里面都是总统替身。真正的总统都是低调出行的。那怎么炸呢？很简单呢，靠近那辆车，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把炸弹装上去就好。可是加油，干完这一票你就名垂千史了。